药的好处呢？哦，最起码就是暖身嘛，血液畅通，对，比较不怕冷。每天都要在，有空就要练了啊！不能闲。对，那你说打太极拳，它有什么样的好处？对身体方面，你自己去打了，你就会体会。对，我现在只感受不到，因为你没有打过，所以你练了以后，你要慢慢会体会，你身体某方面慢慢会改善了、啊。比方说，就可能抵抗力比较强，那比较不怕冷。对，哎，感冒的次数就会少了。你看，如果以前常感冒，就会变少啊。那相对变精神上有体力上会比较好、啊。会啊，在精神上会比较好。是，所以反正说像这么冷天气，事实上打越打效果越好。当然是更好。